现在呢，我已经到这个二期了哈。今天天气有点冷哈，冻死我了，骑电动车过来的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然后呢，我跟我朋友我们约好的哈。我闺蜜已经到了哈，我现在赶过去。天到现在还那个啥，还约会的，那就是真爱了哈。刚骑那个电动车骑得飞快哈，我现在有点头疼了，风刮得太厉害了哈。啊，今天天有点太冷了，长时间没来了，这边你看都围起来了，要建什么东西吧，应该是。